如果你了解中国人权的话，中国政府常常用道德的这种瑕疵，说你们这是嫖娼被抓，你们这是做间谍被抓。所以如果我早两三年回来，但是我的罪名是间谍或者是嫖娼。一开始两个月，就我刚出事1七年3月19号到1七年5月26号的这个指定地点限制出局，因为这是中国一个专门对付政治犯跟外国人的一个秘密的关押的制度。 他让人完全接触不到外界的讯息，完全失去跟家人的联系，甚至连白天晚上几点都不知道，丧失对时间的掌控能力。他让一个人在完全在孤立无援的之后，他可以做任何的恐吓跟压迫。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觉得很比较痛苦的。 照中国的法律，那犯人有聘请律师，有跟家属会见。那我在中国监狱，其实最大的体会就是，我真的深刻体会到中国政府管理人民的心态。比方说，我们在中国监狱里面，他的劳动时间是完全不遵守他自己的监狱法的规定。那当我去跟他的警察抗议的时候，他的警察只回我一句话说：“李明哲，你是被管理者。” 监狱是管理者，就算你讲的话有道理，也不能听你的。这个其实体验出中国政府管理人民的心态，就他是管理者，人民是被管理者。所谓的法律是管理者拿来管理人民的工具。很多当时统治者的思维，就统治者怎么看待政治犯，所以他理解中国政府关押里。